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第566面啊，566面倒数第四行。从经文看起啊，一切诸天借机百千花香，万种祭药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，前后往来悉以快乐，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，即曾供养如来，善根相续，无缺减故，善修习故，善摄取故，善成就故。这是这一篇最后的一段经文。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，这段经文呢，要诸天供养啊，所以阿弥陀佛成就的功德无量无边，无比的殊胜，自然感得一切诸天，这范围可大了，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天众啊，我们讲的欲界天、色界天，啊，不包括无色界天，啊，无色界天他们不修行，他们也不去再修供养，啊，虽然达到最高的位置，他完全是自利。没有利他的这个念头啊，所以这一类的天在大乘教里面八难里头啊，它属于一种叫长寿天。为什么呢？它不修福了，它也不修慧了，它停止在那个地方，而且时间很长啊，停止了。这种状况呢，就是无明。啊，虽然他什么都不造作了，他都在无明里头。真正的涅槃是清净无为，但是他感觉非常啊灵敏。啊，也就是说他有知觉，他不是无知。而四空天呢，跟禅定不一样，他也是甚深禅定，他里面只有定没有慧，只有极静没有灵知啊，这个不一样。佛法里面最高的禅定，这就是大般涅槃啊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禅定。但是这个禅定起作用，众生有感了，他能现身，他能现啊，所以说他有反应。四空天没有反应啊，
佛法的禅定有反应啊，所以说是众生有感，它自然就有应啊，也就是说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啊。现在所谓是有机体啊，也就是说它有生命，它不是没有生命。在佛法里面说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众生，也包括四空天，通通都是有生命。啊，只是四空天人不愿意反应。啊，你去赶他，他不应你，不理你。是这么一个状态。所以诸天供养啊，就是色界天、无色界天人呢，都去供养。供养当然要有缘，没有缘到不了极乐世界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这个缘分就是太殊胜了。啊，戒记百千香花，万种机要，这就是他们带去的供养具。啊，用什么供养呢？香花供佛。啊，香花都是表法的。啊，花表因，植物先开花后结果。啊，所以花代表菩萨行门，啊，就是通常讲的六波罗蜜，这是花。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是果。花好。果一定好啊！我们把它归到我们现前的境界，现前境界，我们的心好，行为好，这就是化了。我们的果报啊，一定好。自身的果报是健康快乐。集体的果报，一个家庭啊，乃至于居住这一个地区啊，这是集体的果报，共业。这个地区没有灾难啊，这个地区非常祥和啊，人民会和睦相处，山河大地没有灾变，都能享受到幸福圆满。香花所代表的就是这些啊，我们闻到香就要想到戒定慧，戒定真香啊！啊，用香花来表法了啊，花代表六波罗蜜，香代表戒定慧。现在说戒定慧，必须把后面两个字要连上去。意思才圆满。啊，戒定慧所对治的是贪嗔痴慢疑
无毒啊。佛在经教上常常劝勉我们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因为自身的灾难是生老病死，医报的灾难就是居住环境种种灾变，这是医报的，都是不善的心行所感召的。我们不善的心行，反应就不善。有感有应，我们善的感就有善的应。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最好的一个对比。西方极乐世界，佛善。阿弥陀佛在因地修的大行，四十八愿五戒修行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个是心行的功德，自然成就了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自然成就的。没有人去构思，没有人去策划，没有人设计，也没有人去制造，自然成就的。极乐世界样样都是自然的。你所需求的，它自然就现前。这就是佛常说的智性一处，达到了极致啊，达到了究竟圆满呢，才会有这种现象产生的。我们今天心想，所以心想事成，怎么想也不成就，那什么原因？没功夫吗？阿弥陀佛为什么想就成？不但他想成了，我们到极乐世界，我们也想，他也就帮助我们成就了，真实功德了。记住啊，四十八愿五戒修行的，真干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如果肯真干，虽然没有极乐世界那样的殊胜庄严，我们也会有自然的感应。不是真干，不是长时间，不行啊。我如果不是遇到佛法，早就不在世间了。到哪里去呢？肯定堕三途啊！那没法子避免的。遇到佛法，好处就是还听话，还老实，还听话。老师教我的，我真的依教奉行。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老师开头就教导我，总的原则就是看破放下。看破就是明了，明了之后你就放下，放下帮助你更明了。这总原则、总纲领啊，样样都要放下。样样都要看破，不但世间法看破，佛法也要看破。为什么？佛法不是真的，
金刚经上佛说的好，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。那个法就是佛法，佛法都要舍，何况这个世间，世间叫非法，焉能不舍呢？通通舍干净，那个愿力、心力，它就起作用了。这个作用就是自然成就。我们在这么多年的修行，有一点点相似啊。从80年代起，我离开台湾，到美国加拿大弘法，那个时候起就没有用过钱。生活所需的呢，同修都给他准备好了。没有用过钱的。样样都是人准备好的。所以钱对我就没用了。没用就得统统放下。那不放下没用处啊。什么人能用得着就拿去用。自己没去做个衣服，都是别人供养送的，现在可以开衣服店了，太多了。合适的别人就拿去穿去。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是这样。喜欢用的参考书，问一问就会有人送来。我向别人去想，没人送给他。什么原因？我搞了60年了。这是60年当中累积的功德了。阿弥陀佛比我厉害，他五戒的修行成就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。我们从这个短短的50-60年期间所看到现在情形，想到极乐世界里面，我们一点都不怀疑。我要修五戒，不跟阿弥陀佛一样吗？五戒可不能中断。如果断断续续的就麻烦了。随着五戒的时间是在这个世界轮回里头决定做不到。因为你轮回如果堕到轨道堕到地狱，你还有什么天天受罪啊，那就中断了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修行中断的时间太长太长。真正的人生遇到这个机会的时候，你还短短的几十年，要不好好的修的时候还不起作用。这一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，我们就会对于修学环境修学的光阴非常非常珍惜。一点都不敢浪费。生活方面东西一切都随缘，有很好，没有也行，可以过得去。不是很严重的问题。真正严重问题是抓紧宝贵时间认真学习。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一转眼人生失掉了，不晓得到哪一道去了。
啊，只有把这一句佛号念好，念到心里面一片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任何东西夹杂，这你就是保证往生，你才能去得了。没到这个境界，不敢说有把握。啊，到这个境界，你可以说有把握往生。啊，就想到天人，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供养阿弥陀佛，供养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大众，这是多大福报！啊，不是普通福报，能具备这个条件。啊，即是诵。就是带着礼，是供佛的，供菩萨的，啊，持财于人，啊，还有一个意思，我们自己出门去旅行，啊，带着钱财，带着衣物，现在讲行李，这也叫戒，啊，这是自己带着用的，啊，它有两个意思。万种机要啊，机要是什么？今天讲的舞台表演诸佛菩萨还喜欢看戏吗？你们读地藏经，地藏经里头有机要供养地藏菩萨啊，所以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在中国大陆古时候这个戏院里头啊，寺庙里头都有戏台啊。戏台在哪里呢？就在大雄宝殿的对面，大雄宝殿下面是个天井，是个院子，四合院的院子，它的对面就是戏台啊，庙会呀。这个四季庙会呀，都请戏班子来表演。啊，佛与这些信众们呢，同乐同乐，对，共同欢乐。但是这些表演呢，给诸位说，全是教育。啊，古时候没有这么多学校啊，人民怎么教好的，都靠这个教好。啊，大家喜欢看，那农村人不认识字啊，哎，他看这些表演，表演的内容呢，忠孝节义，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他表演这些，所以老百姓都懂得伦理道德，都相信因果报应，从哪呢？看戏上看来的呀。中国古代这些文艺表演是教育啊，不像现在啊。现在你看表演的内容，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，演这个东西，把人全教坏了。啊，所以古时候这是教育最好的一个手段，没有一个人不喜欢，老少咸宜。啊，小孩喜欢，老人也喜欢。啊，表演的这些节目，年年差不多都相同。啊，人家看不厌，听不倦。啊，表演的逼真，表演的好啊！这一遍一遍的熏习。啊，一个人从小长大，同一句戏，我相信至少是看10遍以上，他有印象了。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，他就想到舞台上教给我些什么，哪些可以做，哪些不能做。啊，他是教育。啊，所以
文艺要回归到教育。中国教育自古以来，可以说到清朝的末年，虽然不重视，但是还是讲究。这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“思无邪”三个字。你让听众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，不能让他有邪思。所以他的内容决定是与伦理道德、四维八德相应。把这个东西在舞台上演出来，古圣先贤他们做到了，演出来给大家看，这生动啊！所以戏院里面的戏台的时候，他是教育，那些表演的人是教育家了。是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不像现在呀。现在也是教育，把人教坏了。以前是把人教好了。他也是教育，反面教育，负面的教育。所以社会乱了。地球上会有这么多灾难。这是什么？山河大地的感应。这不能不知道啊！经的意思不难懂啊，这些诸天带着这么多供养具，供养毕佛是阿弥陀佛。接诸菩萨声闻之众，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。十报图的是法身菩萨，方便图的是声闻。声闻辟支佛是方便图，天人是凡圣同居图。但是方便图跟同居图的大众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等同阿惟越之菩萨，就是跟十报图没两样。所以接受供养啊，前后往来，喜悦快乐，像赶庙会一样的，都非常快乐。这一段是诸天闻法供养，下面这一段是总结。功德有在他们为什么有这种能力去供养？这下面说出来了。第一个，持戒无量寿佛本愿加为这是48愿加持。所以他很容易到极乐世界来供佛、供菩萨。他之所以能得到佛力加持，是他自己曾经供养如来，善根相续。这些天人，换一句话说，都是学佛的，都是皈依三宝。而且都是认真修行的，
他有这样的功德，所以感得阿弥陀佛加持他。啊，这一段后面，晏老注解里面就说到了。啊，我们看567面第一行，啊，诸天能居如是殊胜供佛之福德因缘，这福德因缘从哪来的？没有福德因，没有因缘，你就不能供，不能去供佛。啊，一定有福德，又有因缘，啊，他才能到极乐世界去供佛。下面说，该有宿印呐。啊，晏老在这举了三个。第一个是无量寿佛本愿加为，啊，该有弥陀本愿威德加比，诸天难能恭以极乐大修供养，诸位要晓得，供养是修福。啊，没有供养，福从哪里来呀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在这个地方学习。啊，这些人那个供养的心性，啊，供养的心，供养的行为，那供养的有缘分，你供养真修行人有福报啊，你供养假修行人，你福报就没有了。哎，不过福报没有了不要紧。啊，他虽然是假修行，他来生呢，变牛变马了，要来还债，还不还给你，所以不吃亏。啊，佛门里常说嘛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叫披毛戴脚还。啊，他会还债的。啊，所以供养不吃亏。啊，那真学真修行的人说，他这个他的福报就大了，所以你供养的福也就大了。啊，所以供养决定是正确的。啊，普贤菩萨教给我们广修供养，对于佛菩萨供养，这是敬天，啊，敬重；对父母供养是恩天。对一切各众生供养是悲天，是培养大慈悲心啊，所以三种福田啊，这三种人都有福啊。这是说他有德行，有因缘。下面说第25。天人离尽愿中曰，48愿第25愿，跟这个有关系。诸天世人莫不至尽，所以佛有这一愿。啊，诸天有缘供养阿弥陀佛，世人也有供养阿弥陀佛的这个缘分啊，弥陀有这一愿。但世间人的供养多半在寺院啊，在弥陀圣像前面修供养啊。那么这个修供养呢，一定要知道表法，如果不知道表法了，你所得的叫痴福，没有智慧啊，知道表法的意思啊，譬如最简单的也是最重要的，供一杯水
啊，这是供养。这杯水代表是什么呢？不是给佛喝的。水代表清净心。啊，我们的心像水一样清净，像水一样平等。啊，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。这个水是我的清净平等觉，我用我的清净平等觉来供养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不懂表法意思不行啊！啊，不懂表法意思，以为我每天供杯水，我对佛很恭敬。你看，一早我就水供上了啊，你所需要的不是这个意思，意思全搞错了。所以不能供茶，为什么茶有颜色？染色了，染色就是染污啊，只能供清水，不能供茶。哎，那么最好是透明的，现在这个玻璃杯很好啊，也有人用水晶的杯子，都很透明的，内外都看得见啊，这表法就很明显。啊，这是水的意思啊，水是最重要的一个意思，其他的没有供养，这是最重要的供养啊。我们供养香啊，香代表是代表戒定啊，看到原香，闻到香味道，就要想到修戒、修定、修慧。啊，他让你提醒这个意思。啊，也不是佛需要闻的，这个不是的，表法的。啊，供花，啊，花一定要新鲜，花一定要盛开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六波罗蜜。啊，因好啊，因好果就好。啊，所以可以供花供果，啊，供果是代表菩提，果证也就是代表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啊，这都是属于果，佛门修行的果德。啊，修什么证得的呢？修六波罗蜜，修普贤圣愿。啊，阿弥陀佛在修四十八愿，啊，修四十八愿才得到阿弥陀佛的果报。最普通的就是四弘誓愿，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啊，表这个意思的，啊，灯、蜡烛，表智慧的，啊，光明遍照，啊，更深一层的意思，表燃烧自己，照耀别人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三种布施啊！啊，这个灯明是三种布施的意思都有啊：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光明是法布施啊，燃烧自己照耀别人是无为布施啊，三种布施意思都有。所以如果不清楚不明了，那叫白供养了啊，那全错了诸天有文明啊，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，听到经文
读诵讲解，他能够听到，听到之后他相信，他爱好，这个药是爱好，文明信药之大乘心人，修学大乘的这些人呐，上界礼敬，这些诸天对于这些修行大乘的人，他都礼拜恭敬，又言能不礼敬极乐教主，对阿弥陀佛当然礼敬。这个是一定的道理，这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。第二呢，他们这些人，这是讲诸天曾经供养如来，可以是能到佛门修供养，都学过佛，都是佛门弟子，善根相续，不缺坚固，生生世世有这个缘分接触到佛教，所以他的学习生生世世在提升。我们今天学佛也如是啊，绝对不是这一生你才遇到佛法，你才会一教奉行，不是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在学习，这一生又遇到了，遇到当然生欢喜心，继续在学习，那我们就知道啊，所谓上上根人不是天生的，上上根人无量劫修成的，我们只看到今天成熟，没有看到他从前修因的。就好像我们参加一个毕业典礼，这都毕业了，戴上博士帽了，你看这一个小时，他就成为博士了，不知道他前面有研究所，有大学，有中学，有小学，有幼儿园，几十年呢才拿到的，那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对于上上根人就不去羡慕了，为什么？我们也有份，他已经毕业了，我还没毕业，我还得要有一段时间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但是遇到阿弥陀佛会把你提起，这是无比幸运的一桩事情，我们自己要知道，要把这个机会抓住，这个机会要是错过了很可惜，那你还得长戒修行，就不是很快能成就了。表诸天能至极乐供养，皆因过去生中早种善缘，已曾供养如来，并善能令此善根。这个善根呢，坚固的善心，深不可拔，叫善心。相续无有缺减，故今佛有如是甚愿，今天有这么好的缘分，你能够有缘去供养到极乐世界供养阿弥陀佛，这个缘太殊胜了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自己修行成就，这都是最好的榜样。最好的示范，我们的善心要坚固，决定不能被外面境界动摇了。外面的境界
魔境。魔不是青面獠牙，青面獠牙的魔一看到就吓到了，赶快跑了。啊，魔很会化妆，让你看到就生欢喜心，你跟他见了面就舍不得离开他，这个真厉害啊！啊，明文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这是魔。啊，多少修行人一接触之后，全毁掉了。啊，所以古时候，许多修行人一生都住在深山里头，不出来，不跟外面接触。啊，什么原因？怕自己经不起诱惑，这一生退转了。啊，这种做法是正确的，是对的。啊，懂得保护自己。啊，现在这种语言都少了。你在深山里面，现在交通方面，科技发达，深山古庙里头，它里头还有电视，啊，还有电话，还有网络，那就不行了。啊，真正修行，这些东西统统不要，过原始的生活。啊，社会怎么动乱，自己不知道。心是安静的，不受它波动，这个好啊！啊，人家问你，我天天天下太平，没事，好得很啊！啊，你要一接触这些媒体了，麻烦就大了，啊，才知道是乱世。什么都不接触，天下太平。你看，同住在这个地球上，同住在一起，我的天下是太平，我的社会是安定。啊，你们的社会还有很多灾难，社会不安定，动乱，我这里没有啊，没听说过。不听啊，那就没事了。啊，这懂得保护自己，啊，我们常说，现前的社会。从事于这些行业的人很多啊，电影、电视、啊、传播、啊、报纸、杂志，从事于这行业很多、啊。他有权出版，有权他就演播。可是我有权不看，你不能拉着我去。我有权不是不参与，不看你的，不听你的。啊，我有权天天在家里读佛经啊，跟古人做朋友啊。啊，这就是懂得保护自己。肯实行，
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助缘。那为什么？贪心放下了，没有贪心，烦恼少了80%啊！哎，知道80%的烦恼从贪来的，贪要断了，就少了80%。啊，舍是什么？把贪舍掉而已，把贪嗔痴舍掉。啊，这叫真布施啊！布施再多，贪嗔痴还在，等于没布施。啊，那是跟世间人结一点缘，修一点世间福报。啊，那一点功德都没有。啊，能把贪嗔痴施舍掉了，真是功德。所以要知道善心要照顾好，善根要培养好，世间善根不贪不嗔不痴，再加上不傲慢不怀疑，你的世间善根就圆满了，要相许要不缺，这是跟诸佛菩萨建立殊胜的缘分。三者呢，善修习故，善摄取故，善成就故。这三句话很重要，都是对善根说的。善根要修。修是修，习是落实在生活上，要用上，生活用到了，工作上用到了，待人接物都用到了，这是修习。摄取以致成就，摄是摄受，清净有德行的人，清净有智慧的人，向他们学习。这是摄取，一直要到自己有成就。什么成就呢？圆满的成就，就是成佛。没有到成佛，成就不圆满了。阿罗汉小成就，小学毕业。辟支佛中学毕业。菩萨大学毕业还没算成就，研究所毕业才是成就，大学毕业都不算成就。菩萨十地，十地菩萨是大学毕业了，等觉是研究所，研究所毕业才叫妙觉如来。他成佛了，等觉还是菩萨，研究所里头博士班的研究生没毕业，目标一定要定到圆满的成就。古今乃能以种种妙功来到极乐世界供养阿弥陀佛，前后往来，悉以快乐。这两句话是形容到极乐世界供养的诸天人数之多，
来来往往都来供养啊，啊，太多太多了，啊，现实。阿弥陀佛，智慧、福德的因缘无比殊胜，啊，这么多人来看他，络绎不绝，啊，根令善根增长，啊，你见阿弥陀佛，去遨游极乐世界，决定增长善根。好，我们看底下一篇，大士神光第28，这个特别介绍极乐世界两位菩萨啊，观世音大士之啊，本品极显啊，本品显极乐大士神通光明。于圣众中特显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最尊第一，威神光明，力神功德，谢超于圣。啊，他为什么超于圣？这两位菩萨都是古佛再来的，他们早就成佛了，跟阿弥陀佛有特别的缘分啊！阿弥陀佛成佛，他来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啊，成为阿弥陀佛的助手。啊，你看，这都是教我们的。叫我们遇到一段好事，别人在做，啊，这个人不如，智慧也不如，德行也不如，他现在做这种好事，他在领导，我去做他的部下，帮助他。观音实质就是这样的。没有丝毫傲慢呐，谦虚恭敬呐，啊，让大众看到了古佛啊，都来帮助这个老师，让初学的人看到这老师一定了不起。啊，你看这些大德都来帮助他，都称赞他，啊，都听他的，激发初学人的信心，帮助他们种善根，增长善根，这个功德无量啊！啊，决定没有蒙惑之见，决定没有傲慢。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。啊，要能够委屈自己，奉承别人。啊，成就的不是自己的。啊，成就菩萨度众生的功德，只要对众生有利益。啊，什么样地位，什么样身份，这个无所谓啊。啊，他缺少这种人吗？那我们去成道吗？啊，把这台戏唱好，把这台戏唱得很圆满，让大家都很快乐，啊，这就成功了。啊，这些事情，只有诸佛菩萨愿意干，啊，绝对没有说委屈，没有，啊，为什么？他四相破了啊，四界破了，
在他心目当中，一切法完全平等，没有高下。啊，是凡夫做不到的，他能做到。我们看经文，佛告阿难：彼佛国中，诸菩萨中，悉皆动识，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。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，心意善恶，口所语言，何时度脱，得道往生，皆欲知之。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念了之后，你们的汗毛有没有竖起来？确实叫人汗毛直竖啊！佛说的不是假话。彼佛国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那个里面的菩萨众，无量无边，不可称计，没法子去算数的。我们这个世界，现在还不到70亿人。那连极乐世界小村庄都比不上啊！极乐世界人有多少啊？那些人可厉害啊！皆悉动识，这个动识就是天眼啊，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他都能看得清楚。动识就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到，能不害怕吗？啊，彻听，一个动视彻听，就是他们的天耳天眼，这叫三明啊，天眼明，天耳明，啊，第三个是虚命明，你的生生世世他全知道，瞒得了谁呀？啊，你学佛是真学是假学，他通知道啊，决定瞒不过啊！啊，八方上下就是方，这讲空间；去来现在是讲时间，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去是过去，来是未来，现在，这是讲世间，啊，八方上下是十方，讲空间。啊，时空之内，他全见到，全看到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甚至于自己还不知道。那个念头很微细，自己还没不知道啊，哎，他们都晓得了。所以你真正念佛了，一点点小的恶念都不可以有啊，你还能干坏事吗？你以为人不知道？啊，鬼神或者不知道，佛菩萨没一个不晓得。啊，其实在一般状况之下，鬼神都知道。啊，
你怎么可以有我念？怎么可以有我心？怎么可以有自私自利？啊，人有自私自利是绝大的错误。为什么？他连因果都不懂。他要懂得因果的话，自私自利就放下了。啊，人所求的都是身外之物啊，财色名食睡全是外面的。啊，这些东西，命里有的，你丢都丢不掉。啊，他有时间因缘。世界因缘到了，你命里面的功名富贵呀，统统现前。世界因缘没到，它不现前，不是没有。啊，到了不是横财，命里有的嘛。啊，你真正。修善积德啊，你命里有的会增加了。命里从哪来的？过去生中修的。你过去生中不修，你命里怎么会有啊？啊，绝不是你有什么能力啊，你能够得到啊，不应该得到的这些财富，决定不可能的。用不正常的手段、欺骗的手段得到了，是损你的德，而且呢，你的财还打折扣。啊，你本来可以，你有1000亿的财富，因为用不正常的手段，啊，得到的时候你只得到一半，得到500亿已经觉得不得了了。哎呀，我的本事了，其实亏了一半了，自己不知道，很可怜的，亏折了一半了。啊，如果用很毒的手段。啊，害人的手段而得到的时候，亏折的更大，可能你只能得到1/10、1/10。啊，10之8/9啊，亏失了。所以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如果道理真懂得了，他不心里头不会再有这些念头。啊，财富它自然滚滚而来，来了怎么样呢？来了给大家共享。啊，有一些苦难众生，全心全力帮助他，哦，那就不得了，你的财富就越来越多。啊，谁给我们做证明呢？阿弥陀佛就是最好的证明，一点私心都没有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国度越来越扩大，越大。啊，里面所有一切供养是越来越多，没有限制了。弥陀每一个学生跟他老人家学习，将来自己成佛，他那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完全一样，这就是极乐世界的膨胀。啊，极乐世界确实无量无边呐！啊，每一个学生，这些菩萨们在极乐世界成就了，将来自己成佛建立国度，那都是极乐世界的分部啊！分部跟本部一样啊，好一点差别都没有啊！
这是阿弥陀佛的愿望。阿弥陀佛决定不是我的总部要大一点，你们要比我小一点，没这个一样的。这人多了不起。一丝毫分别都没有。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动视天眼通也，视听天耳通也，心意善恶，口所欲言，皆能制止。你看看你的心念头，善是恶，口里面所说的他没有不知道，极乐世界人都听到了，都看到了，乃至他心通，知过去至死，乃虚命通，至现在及未来也属于天眼通，此通能与六道十次生彼至死，明晓无碍。明了，一点都没障碍。一切事有前定，前怎么定的？前面造的因，后头有果报，这叫前定。但是这种定，你要晓得，它不是一定的，它是活的。它会改变的。怎么改变呢？你每天那个念头不一样。本来是恶念，现在的文法转成善念了，那个果马上就改了。我们这个世界本来是美好的。特别是中国这个地区，千万年前老祖宗教的好啊。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。要感祖宗之德了。要知恩报恩呢。老祖宗的心清净，老祖宗的心平等，老祖宗教导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。换一句话说，老祖宗肯定通通做到了，而且做得究竟圆满，这完全是信德，与自信圆满相应。在中国这块地方，世世代代相传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日本跟中国往来，在历史上记载的，春秋时代就有了，也就是孔子在世的那个时候。战国时候记载就更多了。日本到中国去留学的人太多了。中国文化原原本本没有改变，一直到日本，到今天还有很多没有改变。所以我们到日本就感到非常亲切，回到古代了。
很亲切。你看到这建筑，古建筑，你翻开中国古书，都是先秦时代所记载的，在日本能看到。我来过这里多次，每一次都遇到有人问我，徐福带队一些人，听说到日本来了，问我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中国历史上有记载，这个文化太可贵了。这个文化是仁爱和平的文化。全世界，无论哪个国家，无论哪个族群，无论哪个宗教，不同的文化，你问他仁爱和平要不要，没有一个不欢喜，没有一个不接受的，没有反对的。所以仁爱和平的文化可以救社会，可以救21世纪，可以拯救地球。人人的心，齐心动念，都能守住伦理。守住无伦、无常、四维八德，这个社会的动乱现象立刻就没有了。现在佛给我们说，科学家也给我们说，我们就有理由相信，只要我们守住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训，地球上这些灾难也没有，通通能化解。地球上灾难来的来源，就是不善的行星，不善行星里面第一个就最不好的就是战争。所以佛法戒律头一条，不杀生。人只要能守一生，守住不杀生，什么样灾难来的时候，你都会避免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这个因嘛，你不会受这个果报。杀生，众恶当中第一恶，我死。杀盗淫妄四大恶。教育叫什么？就教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都从小教。让小孩就根深蒂固，一生不敢犯。不敢做这四桩坏事。那这个人一生吉祥幸福，他一定会得到的。善因感善果，恶因感恶报。决定不能杀生。今天许许多多灾难都是杀人太多。杀人有果报啊，不是杀了没事。杀生的果报在地狱，地狱是受报，受报完了之后还要偿命。
一杀多少生，你要还多少次命，太痛苦了，苦不堪言啊，人怎么可以做这种傻事啊？第二个偷盗，占别人便宜，能不能占到？占不到。为什么呢？有过后，生生世世你要还债啊！你要不还完，你的这些冤亲债主不饶你，你何必干这种傻事？啊，真正聪明人在这一生结怨释结，啊，过去这些冤仇要把它化解掉啊！啊，化解里面真正第一个方法，那你要是彻底明了，你不明了你做不到，以真诚心念佛，将自己念佛的功德回向给自己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啊，你有真修行，这种修行的功德可以帮助他念佛往生啊。我们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同，能做得到啊！啊，我们求阿弥陀佛加持啊，阿弥陀佛真帮助他了。啊，对冤亲债主要忏悔，过去我无知糊涂啊，干这种傻事，对不起你。啊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啊，希望我们一同来念佛，来修行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不能有一个恶念呐。恶念没有，当然你就不会有造恶的行为啊，有恶念才会有恶的行为啊。化解灾难要靠这个啊，科学的方法是没有效果，会惹出更多的麻烦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在日本，啊，东京江本博士的水实业，虽然不是100%圆满的把这个问题解答了，他至少能解答了1/10了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，就是我们的意念，树木花草知道。山河大地知道啊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知道啊，何况极乐世界的诸菩萨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啊？中国古人所谓视物所视，视手所指，这话是有理由的，不是随便说的啊！你能够没有顾虑吗？啊，起心动念，一切行为，啊，天地鬼神、诸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到哪里逃啊？你也无法掩饰啊！啊，你掩饰是骗些愚痴的人啊！啊，真有学问、真有功夫的人，你都骗不过他。啊，人家见到，人家有修养、有德行，不说你，不闻不问，啊，看你。起恶造业受报啊，等于说他在看电影，他看你
你在那里演六道轮回啊？什么时候你觉悟了？你回头了，肯听话了，佛菩萨一定来帮助你。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什么叫无缘？你不相信，就是无缘。啊，你不能够理解，你不能依教奉行，都叫无缘，他不来，他不会跟你作对。啊，所谓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你爱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啊，佛菩萨清楚。啊，到你在三途受尽的苦报，你不想再受这个苦了，你回头的时候，佛菩萨就来。啊，那个时候就你得度的机缘成熟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啊，什么叫机缘成熟？能信、能解、能行、能证，这缘成熟了。啊，所以这一段经文说明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菩萨神通广大，不可思议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经文：右臂佛刹住声闻中，声光一现，菩萨光明啊照百有形。这是说菩萨的圣光啊，这个菩萨就是观世音跟大势至，有二菩萨最尊第一，威神光明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啊，这观音势至，阿难被比二菩萨其号云何？佛言：一名观世音，一名大势至。圣光，圣众啊，有顶光与圣光。啊，顶光就顶上的圆光。啊，这是顶光。啊，圣光是全身放光啊，这叫圣光。旬是长度的名称，古时候八尺叫一旬。啊，下面有又坛鸾寺云，礼舍见人，这就是一般乡里啊，不仅简是简别，不简别，纵横长短。行为大家讲，我们把两个手伸出来，这就叫一旬。啊，这是中国民间都是这样说法的。啊，也就是这个声光一旬啊，就差不多就是两个手张开之后啊，整个身体有这种光明。学气功的人，他称之为气，佛法称之为光，啊，是一个意思，啊，他们能看到气，啊，或者看到光，像外国人叫磁场，啊，都有这个意思。那么声闻、声光啊。仅即八尺啊，就是一旬阿罗汉。菩萨光明啊，在数千里都光大了啊。我们用今天人讲磁场，用这个来解释比较适当。
啊，它有这么大的磁场。极乐世国土，一切菩萨威声光明，衔接殊胜。啊，肯定得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。啊，自己真信真愿，真的依教修行，他们的光明肯定超过一般菩萨。啊，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。但别有上首二尊，啊，这等于是阿弥陀佛的助教。啊，阿弥陀佛有2位助教，与一切众中啊最为第一，一名观世音，一名大势至，其威声光明啊，普照3000大千世界。此地将3000大千世界，不是一个大千世界，3000大千世界，应当怎么解释呢？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的3000大千世界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？阿弥陀佛是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刹里面的六道众生。一个佛刹都不是，他当然是普照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的刹土，一尊佛的刹土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。啊，这样解释才是正确的，也是真实的，这不是假的。这2位菩萨谢祖阿弥陀佛教学，2位菩萨各有不同的任务。观音菩萨教的是德行，大势至菩萨教的是智慧。啊，佛门常讲啊，解行相应，一个解门，一个行门。观世音是行门，大势至是解门，就智慧。啊，佛，一佛二菩萨。啊，佛门，不论是哪个宗派，哪个法门，供养佛菩萨了，都是这样供法，一佛二菩萨，啊，叫三圣呐，它是表法的，啊，这一定要知道，表什么法呢？表自己的法。佛给我们的关系都亲密啊，佛是我们的自体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学佛头一个要承认这一点，你不承认自己是佛，你到哪一年能成得了佛啊？你本来是佛，所以你成佛不难了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东方人教学都是把那个目标告诉你啊，第一天就告诉你啊，你要成佛。我们中国老祖宗教人也是如此啊，老祖宗教人，人心本善。啊，《三字经》上放在最先2句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
啊，那教育的目标在哪里呢？就是从不善的习性回归到本善，本性本善，教育成功了。本善就是佛啊，跟佛家讲的没两样啊。佛就是本善的，啊，所以教学头一个是德行，第二个才智慧。智慧跟德行可以互为先后的，啊，看人根性不相同，啊，先后不一样。在净宗里面，他把行摆在第一，戒摆在第二，啊，也就是重视行门，行门你先去做。做了之后再戒，再求戒。啊，华严就不一样。华严重视戒门，所以文殊菩萨摆在第一，普贤排摆在第二。啊，先有智慧，再来戒，啊，再来行。啊，文殊是上首啊！那我们看着这个菩萨摆的位置，就知道这个宗派、这个行门，它是以行为主，还是以戒为主？但是戒中有行，行中有戒，戒行不能离开。啊，但是他有偏重，啊，净宗特别偏重在行门，观世音摆在第一了，啊，华严经上，普贤菩萨代表行门，文殊代表戒门，啊，净宗跟华严。普贤菩萨是一体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啊，所以极乐世界通通修的是普贤法门啊。你看我们这部经第二品得尊普贤，不就很清楚吗？那是讲什么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修行是得尊普贤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极乐世界菩萨个个都是修普贤十大愿望。啊，十大愿望圆满了，你就证到妙觉果位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成的是什么佛呢？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没有一丝毫是不同的，找不到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阿弥陀佛好像是个模型啊。到那边去，个个都是这个模型铸造出来的啊！那可以说是全都是阿弥陀佛，没有一尊佛不是阿弥陀佛啊！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尊呐、啊，阿弥陀佛是本人呐、啊，阿弥陀佛是你的自信啊！这个事实真相。不能不知道啊！所以，他的威声光明啊，普照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的国土。
确确实实是稀有难逢、不可思议的法门。下面介绍，观世音菩萨，又名观自在菩萨。前说，在观世人称念彼菩萨之名而垂救度，故名观世音。观世音这个名号，着重在教化众生。观自在这个名号呢，着重在自己修行，着在这种自利。观世音着重在利他，是一个人，不是两个人。自利利他了，都功德圆满了。这个底下一句说，遍观法界众生，随其机缘而自在拔苦于乐，故名观自在。这是菩萨的德号。教育，重要的教育，我们从经典里面深深地体会到，深深地认识到，世出世间还有比这个教育更重要吗？找不到了。佛是我们的老师啊，菩萨是我们的学长啊，菩萨是跟佛学，没毕业啊，但是他的班级比我们高啊。等觉菩萨是最高的了，我们现在初学才一年级，他是51年级，比我高太多了。但是他还是我们学长，他没毕业，他毕业就成佛了。所以我们跟菩萨的关系要搞清楚，跟阿罗汉的关系要搞清楚，都是同学，先后同学，班级比我们高一些。教学里头最重要的德行，中国老祖宗知道，孔子教学头一个德行，第二个言语，言语要会说话，不会说话的人容易造口业口业很麻烦古人说得好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这意思就是，说话不小心惹祸，给人结怨所谓是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这个就麻烦了。他听解错了，解释错误了，结下怨仇。佛菩萨、圣贤人教导我们，人在世间也是不能不谦虚，不能不忍让。这是心得。而谦虚忍让，保全你的德行，也展示了你的智慧。没有智慧做不到，没有德行的人做不到。
啊，对于没有德行的人，更要谦虚，更要礼让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谦虚的人很容易僭越，或者不能跟人结怨仇。啊，要格外的谦虚礼节。啊，所谓是，宁可得罪君子，不能得罪小人。小人记恨，他将来要报复你。君子有德行，你得罪他没关系，他不记仇，他不会责怪你。啊，这都是古圣先贤的千年万世的经验的话了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累积的经验教训的，我们不能不学。啊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现在这个时代，中国把古圣先贤的教诲丢掉大概200年了。啊，从清朝慈禧太后到现在差不多200年。啊，慈禧太后执政，对于古圣先贤、老祖宗、佛菩萨，就很轻慢，那不重视了。你看，历代帝王都是三宝弟子，啊，都孝亲尊师，尊重佛菩萨。只有他自称老佛爷，把佛菩萨都贬低了，他是老佛爷，高高在上，上行下效。他这样做法，啊，让底下这些大臣、民间，啊，对圣贤、对佛菩萨那种恭敬的心啊，慢慢就降温了，就衰了。啊，满清亡国之后，中国社会一直动乱。啊，所以儒释道衰了。二战之后，儒释道几乎在中国社会听不到声音了。啊，社会怎么会不乱？啊，日本的情形也不例外啊。啊，至少也有200-300年衰了。啊，这边有一些出家人告诉我，400年前日本的出家人跟中国过去这些祖师大德没有两样，对教理认真地学习，通达明了，啊，依教修行，啊，日本有13个宗派，啊，中国10个宗派还是13个宗派，都有辉煌的成就，啊，这些祖师大德，他们著作非常丰富，啊，特别是无量寿经，啊，无量寿经这个研究深入比我们中国殊胜，啊，他们的古德注解有20多种，啊，这主流的，啊，次一等的可能还有10几20种，那么在中国只有2种。
啊，可是现在衰了，没人学习了，没人讲解了。啊，念的人可能还有很少。啊，对于圣教怀疑的人很普遍，越来越多。啊，甚至于很多人都问，极乐世界真有吗？你相不相信？如果有人来问你，你怎么答复他？最好的答复，最有智慧的答复，你问他，你做过梦没有啊？他说我做过梦，那就极乐世界就有啊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是你自心变现的，梦是你自己变现的。啊，告诉你，六道轮回是自心变现的。阿鼻地狱是自行变现的，这不是从外头来的。那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啊，你心里想有就有，你心里想没有就没有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想什么就有什么。啊，那今天人这个世间人想什么？都想的是财色名食睡，都想的是杀盗淫妄，啊，那不通通都想出来了吗？那你值得受啊！啊，中国在古代，上古时代，啊，周朝以前。人民淳朴，真正想的是伦理、道德，他最想的这些，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安定啊，啊，周朝800年了，啊，商朝将近600年了。夏商周啊，之前那个社会多么美好，为什么呢？人性好啊，没有欲望啊，往后这世世代代欲望起来了距离道德就越来越远了，到今天连理都没有了，道德仁义礼全崩溃了。啊，古人所说的，如果这五样东西都没有了，这世界就乱了。说的一点不错。啊，我们要把世界再恢复了正常，从哪里做起？从礼做起。啊，国家社会提倡礼义，每个人都懂礼，每个人都行义，社会就慢慢趋向安定。啊，所以我们取了儒家四个字了。啊，这是在外国。啊，汤恩比说的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需要孔孟学说。那孔孟学说是什么？我们提出了四个字，越简单越好。啊，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。我们就取这四个字：仁、
义忠恕，能把这四个字做到了，社会就安定了。社会安定了，地球上灾变就大幅度的减轻。大乘佛法，真诚、慈悲。所以唐文明说的没错啊！确实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再恢复到安定和平，不是做不到，能做得到。只要把所有的教育都不违背这八个字，儒家的。仁义忠恕，佛法的真诚慈悲，这八个字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